人可是就是啊，可是最聪明。当心，当心，对。好，我们请各位贵宾、各级长官入座。我们董事。你好，欢迎，请我们的大家长顾炎董事长来为我们说两句话。我看了您以后，我就深深的就体会到当初先夫顾政府、汪道涵先生两个人互相交谈时候，他两个人最最重要的心意就是希望两岸和平相处。我这很担心市长您会不会太累了可是您脸色不变，每个人敬酒的时候您都喝了酒，而且跟大家互相欢谈。头一杯酒我欢迎你，第二杯酒我表示对您的敬意。我还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天来到这个医院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今天不仅是以上海市市长的身份，我还是以上海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的身份。我非常希望了解这个医院的发展。我们在上海的建筑中间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就是叫阳光之家。所谓阳光之家呢，就是由政府扶持来办一些在社区里面的直接面向一些智障儿童的这样一种机构，把智障孩子从家里接到我们的阳光之家。这些孩子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呢，视力有所改善，原来不能说话的能说话的，原来不能叫爸爸妈妈的，他们能叫爸爸妈妈的。原来他们除了自己父母以外都不认识人，现在能够认识了。啊，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成果，我们感到很有成就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台北县，非常感谢周县长的盛情的款待，非常高兴能够见到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宋主席。我们2005年开始就有很多的交往，我觉得宋主席的很多很多在推进两岸和平发展、交流与合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们给予非常的一些尊敬。最后呢，我真心地欢迎宋主席，欢迎周县长，还有台北县的很多朋友、亲民党的朋友们，
到上海参观世博会。希望韩市长下次还有机会能够多到台湾来看，我们共同来努力，两岸什么都我们可以合作，唯一的就是两岸不要兵戎相见，我们大家能够一条心，好好的把和平带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一点不可惜，下雨就下雨。